够到最后，我想要点名三位朋友，能不能做到算了，我先点名先。所以第一位就是三静林三静啊，做多一点好事。第二位是 Tomato， 第三位是大神。OK， 要吴安，所以 Charles 已经点名我了，然后很多粉丝也觉得说，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事，也不要去担心酸民会讲什么，所以今天呢，我就会去响应这一个白起的这个运动啊，就是去支持这个 Food Bank， 然后我也找了几个身边的网红朋友一起去呼吁这个活动，就是帮忙去把这个讯息散播出去，能帮的就帮，能出钱的就出钱，能出力的就出力，然后现在呢，我就要跟这位帅帅的 Dr. Lau 一起去买一些物资，然后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food bank 样子啦。然后这次呢 ，Charles 呢也 contribute 了很多，他甚至拿他的那个之前开酒吧的那个店，现在没有在做，现在那个店已经整年没有运营了，根本不能开店。他就拿那个地方呢来做一个 food bank， 让大家可以过去拿食物，或者想要乐捐的呢，也可以把食物放在那边。所以现在我就跟 Dr. Lau 会去买一些物资，然后放上车，然后再过去那边放。所以我跟 Dr. Lau 已经到了我们家附近的这个 99mart， 等下呢还会多两个助理过来帮我们一起搬呢，这样会比较有效率，也不会这样累。现在我们进去可能看看一下里面有多少货可以给我们买，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指定的货物全部都烧完的话，可能也会给其他的 customer 带来困扰啊，所以可能我们只是买一部分罢了，然后再过去另一间 99mart 再买啊。 Dr. Lau 亲力亲为啊，所以我的教练跟我的助理已经到了，我教练也非常有爱心，今天也很愿意出来为我们助力，搬一个人应该可以搬很多人的份量。所以 Dr. Lau， 等下我们应该没有办法买到完吧，就是可能有些物品我们过这边，我刚才进去看了很少东西哦，我们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这样。多少钱啊 ，Doctor？ 2500啊！一醒来就被 Doctor 到出来做这东西啊，所以还没有吃到，所以就买了这款我最喜欢吃的面包。跟 Doctor 到已经买满了整车的这个物资，我们现在过着去来帮那边，然后再看 Charles 已经到了没有，我们再看那边这样子 set up 吧。我们暂时没有买很多，我们买少少这样子过去先。如果那个响应很大，真的很需要很多的话，这样我们还会再买更多过去啊。希望不会遇到那些来捣蛋的，因为我收到有一些 message 啊，他们讲说有一些恶意来捣蛋的，就是他们贪心，他们来拿爽嘛，他们就是可能没有很需要，他们一次过来拿很多很多，可能整十个人一次来烧完全部这样子。我希望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到，或者就是身边有人有需要到才来拿，适量的就好，把物资留给更多更有需要的人呢。这些热心人士已经开始在那边运营了。啊，哇，这样多那么热心的帅哥美女，辛苦你们了。哇，教练就是不一样，特别有力气。然后我们的 food bank 也越来越有模有样啊，像一个小小的 mini market 了。所以我们这边 set up 到七七八八哦，不过我们发现到我们这边其实还蛮多物资的，所以这个可能耐不久的，只可以那一天的，我们现在就会拿过去葛蹦那一边，大神跟一飞那一边，因为他们讲那一边的反应比较热烈，比较夸张。哎，苍蝇不要搞照，所以我们会拿多一点这些食物过去那边哦，再看那一边的状况这样子。这些 station 呢，在开之前跟关了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些消毒的人去做这种消毒的工作啦。人跟的 SOP 我们都会尽量去跟，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拍进去的，不代表我们没有跟啊。一定会有一些正义魔人问啊，为什么你们跑到这样远，不是住不中了吗？其实呢，我们已经有申请了，也申请到了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很担心有时候做好事啊，也会给这些正义魔人啊讲东讲西这样子。然后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我就不会去特地拍捐物资给白旗的那些需要人啊，我私底下会捐，但是哦，白旗的画面呢，那些去到人家家门前的那些画面呢，我就没有再拍啊，那些拍出来呢又会给一部分
的人在那边抢东抢西的，所以很累啊，所以再看这样子啦。我们这边到了大神跟逸飞的这个站，哇，他们你看极有心，亲力亲为在那边喷，这边比那边多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家什么都在排队着，所以再看他们需不需要什么帮忙啊。这里跟不中比起来差别很大，这边很多老人，很多看起来真的有需要的人都在排队呢。这里夸张哎，这里真的是拿完哎，每一份都拿完了，夸张哦，这边快到这样快哦，已经 refill 几次了，不是？好像被打抢这样。刚才那个饭还好有拿哎，都。我在想不中的都应该还没有派完呢，不中的没有这样 strategy， 这边哦，住宅区就在隔壁，走过来很快吧？我们来都不到半个小时吧？20分钟买到完。你们 refill 几次了啊？然后还有人送来的。还有人送来，还有志愿者送过来哦。辛苦你了，大神。可以，没问题。有，我们已经把应该拍的都拍完了，所以很可能接下来我们的食物的重心都会放在戈崩这一区，因为我觉得那些老人家真的有需要的哦，他们又不是那一种年年轻轻也很有钱小孩子来拿霜，真的很多老人家来拿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们也会观察一下接下来在其他站的动向，会不会是慢慢越来越多人还是怎样，但是不怕了，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些善心人士啊。对对对，然后我们要谢谢他们，所以真的有送物资来，然后真的是有哎，就是我们 post 了过后，真是有人看了过后，他们特地真的是去买了过后拍我们的 station， 对对，所以很感谢这种人。希望接下来的这个雪球啊，或者这个响应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力量会越滚越大，会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 involve 啦。对，然后希望真的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如果你们知道有哪一个地方有白旗的，或者你们家真的是差着白旗了，你们需要帮忙的，我们呢还是可以帮助到你们的，我们会叫 Grab 把食物送到你们的家门口那边去。这是我们主要就是会推广 food bank 啦，因为真的需要就过来拿也比较容易，然后也给你们知道这几个地方会做一个星期，然后再看反应这样子啊，真的有需要我们再继续做，如果大家都已经过得还不错啊，比较少人了，这样我们就会收下来了，算是结束这一次的这个慈善活动啊。这一次再谢谢你们两个，辛苦你们啦，谢谢，拜拜，谢谢所有参加的善心人士、热血人士，谢谢你们。Yo， 今天是第二天，今天也会跟可爱的 Dr. Lau 一起去买物资，然后今天会 set up 多两个站，等下买了物资就会过去 TMC 的那一个 food bank 那一站，然后再看那边的状况怎样啊。其实昨天已经有 announce 了，不确定12点左右的时候那个地方会不会很多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买物资先了。对，一样的，我们来到附近的 99， 开始在里面买一些我们等下会拿去捐的物品。跟昨天的比起来，这间 99 也比较小间一点，有一点窄，不过阻止不了我们的热血，阻止不了我们的热情，阻止不了我们的爱心。今天会送多一点米，因为很多人需要米。今天一样的，我们买个2000多块先，然后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发过去 TMC 的那个站，再看那边的状况，因为今天很像会有很多人donate。不够的话，我们再放了。因为今天我们会去4个站，个站看哪一个站不够的，我们再补上去咯。如果有很多人donate了，我们就把它放在最缺资源那个地方，应该是个泵啊，个泵最多人去了。今天也谢谢我们的 Ken 跟雷静也过来，过后他们也会跟我们一起跑4个站呢、啊。过再看那边需要什么帮忙。我们这边一来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排着。今天有的吃鸡饭，多哥拉胃口特别好，吃好一包又一包，不怕大只哦，越吃越圆了哦。对啊，肥一点好看哦。Vincent 很有心，还继续送很多物资过来。刚才呢，我们是 pack 几样东西在一个纸袋，够送给那些需要物资的人。不过发现到有些人可能不需要蛋，有些人不需要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摊开出来，够看他们需要哪一些，让他们自己拿3-4样这样子咯。些现煮的食物嘞。可能不会耐很久了。这边呢，我们都给到排队的人都已经完了，第一天还没有很多人来，所以这些我们会拿过去葛峰那边。葛峰那边我听他们讲现在很夸张，葛峰那边我有200包饭，这样都会过去。对，感觉那边是放多少都会分多少，那边的地点很好，这边刚刚下不久，所以还没有很多人来。我们再看这边的第二跟第三天的状况会是这样子。我们也谢谢 Lion Club 很有心，他们也上前来给一些物资，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上还是有那么多有爱心的人。
我们这边来到了达多克拉曼的这一个站，不过这一个站的状况有一点太偏僻啊，很多人要来这边都可能找不到这个地方啊，有一点太深了。我们这边有 Clarence， 有 Kein， 很热心在那边，谢谢你们这样有心。不过这个地方有一点太深了啊，是我们这边会继续招白，过后如果真的完全没有人，我们才看考虑看这样。有想要换站的，有可能换站，是该有很多有白人来，我们来这样分享。我觉得我们这边虽然第一天没有什么人，那完全正常了，因为他们也要时间去传话嘛。我不知道派 helicopter 送东西过去格峰那边了。今天也很感谢 Clarence 跟 Kein 特地花这个心，花这个时间，花这个钱，把物资搬来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过去格峰那边帮大神跟一菲啊，那边的状况有一点 chaos 啊，因为太多人了。我们看我们过去能帮些什么就帮些什么，过后再看那边的状况这样子。我们做了这个活动，其实有发现到地点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就没有这样容易会让人找到，或者可能住在附近的人就比较有钱一点。然后刚好一菲他的父亲的一个诊所嘛，他的外面就是一个店，过后那边就特别容易让那些有需要的人找到那个地方。以后刚好他的附近也住了很多比较有需要帮助的人，可能你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要再找更好的地点。这个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我们不是什么地方都有一间店啊，或者有一个有屋顶的地方让我们可以放这些资源或者收这些资源，所以我们只能拿目前我们有的地方来放这些物资，希望可以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帮到了。所以如果有谁有一些店面啊还是什么地方方便收物资还是方便配合的，可以联络这个热线，看我们能怎样子配合去帮助更有需要的人。然后我有意识到其实要帮人不难，要帮人了哦又不被骂才难。因为现在很多网民不了解状况，感觉就在钻牛角尖去找一些人骂的东西来骂。如果在批评里面呢有给到一些是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希望大家可以口下留情，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进行的更顺利这样子。你们不要讲我没有帮忙搬啊，我搬的时候我拍不到，我拍的时候我搬不到啊，我有帮忙搬啊，不要骂我啊。这里格峰区呢，不管载多少物资过来啦，这样子拍下去啦都永远拍不完的感觉，拍到现在接近五点了还是一直会有人在这边排队。谢谢这位年轻人，不认识了，他们有捐物资过来，因为他们知道格峰这边的人手不够，物资也不够，谢谢他们。他们不只捐这些，他们还捐了这些，当然我们拍完了够，突然间又有货啊，又可以继续拍啊。格峰我们这边拍到差不多五点，也拍到差不多一个段落。然后刚刚进来的物资呢，我们就没有先 refill 先了，因为我们拍下来应该会超过五点，然后这个我们就留着明天再拍。外面还有一些人啊在等着，不过我们这边都已经收了，所以我们也跟他们讲明天早一点再来了。这些我们明天会再继续拍，也谢谢那一些有心人士送这些额外的物资过来帮助我们，然后也辛苦大家了。其实今天还有 Charles 的站了，不过我们来不及过去了，因为我们忙了这三个站过来都来不及过去 Charles 那边看了。所以如果想要了解 Charles 那边的状况呢，我相信 Charles 也会拍一点宣传的 YouTube 影片放在他的平台啊，你们可以过去他平台那边看。然后接下来这几天的操作都应该很重复性啊，我们也应该不会再去拍啊。这个活动会持续一个星期，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捐物资的，也可以把物资捐来这个地方，就像刚才那几位有心的年轻人这样啊。然后如果你们需要的或者朋友需要的，也可以接过来拿，或者联络这个热线。OK， 这影片出了，后面这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会了。影片坏的话，明天就上了。我讲 OK， 可以。如果真的很有需要的话，我们再看能不能继续做。如果有很多很有心的大老板是啊，他们捐了很多钱，让我们这个就像后面那个大老板啊。听说他准备一个五万要帮助这个活动，他的五万都还没有开始拿出来，因为我们这边做一天哦，在普通的 area 啦，可能在普中一天会捐差不多2000块的物资，在这边好像6000块都不够捐，这边要差不多8000到1万左右才可以持续发5个小时的货。应该发的资料我都应该会发在我的 IG 或者 Facebook 那边了，所以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拜拜。谢谢两位美女送过来的物资，谢谢你们。